所以玛丽，就是我们小，应该是在场绝大部分的小时候会有那种断腰断腰，这个游戏吧。听不懂你在唱什么？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看我们上个节目大个子公主他们的表演，我们来看看他们演奏的有没有比我表演的还要更让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在学什么。对啊。哎，我想那个这个游戏大家应该都很熟吧，对不对？对啊，这个游戏都很熟。那既然大家都很熟，就不用介绍这个游戏。但是我们有一些冷知识，有关马里奥的冷知识。那如果有人知道。